这个是我的第一部作品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奖项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不能放这儿。为什么？这都是摆你们家族历代的成就，你摆我算怎么回事？这个你都不懂吗？不懂。那不行，我必须放这儿。不行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不是，我说杨真真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啊，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这儿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因为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就，就是你。我的天。来来来，都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星空娱乐新来的经济部总监。天哪，好朋友！欢迎你，真真。太好了，谢谢杜总。我呢，不光自己回来了，还给大家带回来一位非常熟悉的艺人。巨哥！安静。我特别的开心，也特别的想念大家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这谁呀？这不是我的小爷吗？啊？怎么才回来呀？听你这口气，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没人虐你？心里特别不舒服，可不怎么了，真的，我就好你这口。Hello， 你，大剑王，啊，低调啊，这是我的，我的啊，你们不在的时候啊，我们把婚就已经结了啊，但是喜酒还没有办，都怪你，杨真真回来这么晚，耽误我们俩结婚啊，来来来，发请帖，发请帖，媳妇儿，发请帖，来来来，老板。我又写了首歌，再比一次啊！比一次哪够啊！我这次为什么回来？不就是为了多虐你几次吗？顺便啊，再去虐虐其他人。还有，你现在是前辈了，我晚进来，我是你后辈，多多指教。欢迎回来。你回来回来吧，你伸你那手干什么呀？不起哄，不起哄啊！赶紧回去工作。真真，一会儿有个
去吧。好。媳妇儿，今天都回来了，放权吧啊！来，儿子要喝水了，辛苦真真了，么么哒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学的是美术，为什么要来娱乐公司？我从小就特别热爱音乐，音乐和美术都是艺术，都是相通的。嗯，所以我希望能从事一个跟音乐相关的工作，任何工作都可以的。可我们招的是助理，工作会十分琐碎。没事的，我不怕，我会踏踏实实的从每一件小事做起。这个好，就他了。谢谢你，回家等消息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董事长，您这是？小钱，嗯，坐下。我刚才一直在想，我这个宝贝儿子是不是真的长大了？